伦敦奥运前2012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，林丹为了成全陈金的伦敦参赛资格而选择了退赛，陈金也如愿地获得了奥运积分。当时对于外界的让球一说，主教练是如此回应的。之后呢，有一点我们有时候会没事找事儿，这个经常会是这个好事不说，对，一般的事非把它说不好。作为我们国内自己的人，不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比赛。就是包括今天我看到那个报纸一些分析，说全年当中有多少多少场中国队在一起比赛的时候，是按一个百分比让球多少、输球多少、弃权多少，我觉得很傻，没有必要。你没有必要这样说，你要再去分析，外国没有人能自己打，他想让也让不了，他没有这样的队员，没有这样的机会，然后他就输掉了。那我们都是因为优秀运动员多在一起，难道非要让像外国人那样说，让两个中国人拼得跟看斗牛似的，有一个死有一个伤他就过去，他不用打他就拿冠军了，你都拼受伤了吗？为什么要让我们自相残杀呢？我搞不懂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比如有些队员有些小的伤病，难道你非要不顾他这个伤病会加重还要让他拼命去拼？没有这个必要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这个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，然后给别人提供了那样的议论的机会，真的完全没有。